等等。我想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。那我们政府施政的核心目标，就是为了乡亲的一个健康跟幸福。所有政府的努力啊，都是为了乡亲的健康跟幸福来努力。乡亲的健康，除了要有很好的医疗健康照护体系，预防医学疾病的预防、筛检等等的健康照护之外，更重要的，怎么样养成乡亲一个好的健康习惯，来预防疾病，来促进健康，是我们政府更要积极努力。综合局里场馆预计在明年就会动工，现在正在规划设计之中。像刚刚我们所做的舞蹈活动，在综合体育馆就有一个舞蹈教室，我们就会有脚力选手的一个训练场所，有篮球场、羽球场、健身房，这个乒乓球室等等。运动完了，我们还有很好的 SPA， 让大家可以放松。同学啊，今年就是代表我们国家参加亚运的国手，这是我们马祖的第一人，真的是马祖之光。我们是不是给王敏亮热烈掌声？选手的培养以及奖励啊，给我们体育有功的人员啊，让我们乡亲的健康能够不断的进步，大家都能够养成很好的一个健康运动的一个习惯，大家健康平安幸福。谢谢，谢谢，热烈掌声。马祖第一人，当选2018台湾公开赛国手，参加2017亚洲青年锦标赛，获得自由式74公斤成绩，哇，大家是非常优秀的选手。马祖在推动县内各项围棋比赛，指导并带领学生参加台湾各级围棋竞赛，学生屡获佳绩。吕总近年担任内政贡献良多，担任裁判组副裁判长十余年，协助县内各项赛事。就是跟在这个节奏上，但像刚刚没有跟到。